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 Copper River Breed Run， 然后这个上一个画面是起点，然后现在是已经走到了桥上，然后我还活着，竟然前面不是前面，应该说现在就是我们要跨的这座桥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无人机的航拍。一路上每隔大概不到50米，可以看到这两个警察，然后前面有两个警察，然后各种，好像还有很多军队的，还有很多特种部队的都在这儿，然后还有应该快到终点的时候，还有什么那个有直升机在巡逻之类的。前面有个 trailer， 可能是补给站。是的，前面是补给站，我要去补给站拿瓶水喝一喝。水之后，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，马上就快走到了这个桥中间，然后可以看到两边就是好多那个各种的警察呀，还有那个军人们啊，在保卫这个赛事的安全。我刚才发了一个那个朋友圈，说日月同辉，大家不信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月亮吗？就是那边有个小圆点。好，现在在1、2、3、4第四根数字下面，大家可以看到月亮吧？然后我背面显然是太阳，所以日月同辉啊。然后可以看到呢，这里是一个大概是火警吧，然后他们在唱歌为大家加油。对，不错，我还在桥上走着。这是走到了正桥下面，然后就是那几根柱子下面最有标志性的这个柱子下面，然后现在是可以看到这个海港两边的那个码头。这里就开始下桥了，然后要进入 downtown 了。然后现在前面就已经是终点了，终于到终点了。昨天越走越热。然后呢，走出了这个终点之后呢，这里有很多东西，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各种赞助商的那个 booth 啊。然后这个照片是一个乐队在唱歌，当然里面还有很多东西，那会儿太累根本没有拍。今年的这个奖牌还挺好看的。